我要赚一大笔。我没有管他们，我把他们当朋友。卷轴写得真好。龙王啊，我会成为大部队的头领。我没有管他们，我把他们当朋友。烈火大风，杀他们！在你的血液里奔腾，有虚无诞生的力量。杯冰爱仕咖啡加仙边草，改用高岭冰外加法力粉，马上来。找你是没用的。
扭曲。不要害怕自己潜藏的力量。你面对的是贾拉克索斯，燃烧军团的埃雷达尔领主。来参观校园的吗？跟着走呀，我跳跳。又累，快了就要买。不行，让你的实际体验。休息一下。
卷轴写得真好。结束了，你赢了。